这就是以前我们的学长这样子看我们，我们有这么差吗？这三十几年的时间里面，国军的改变有多少？国军的改变非常大。我们以前在行军的时候是用那个所谓的拐拐，那个很老二次大战那个通信机在用，用的是 RT 跳频机，那个跳频机是讯号不断的在改变，人家想截听想监听都很难。我在刚刚到部队的时候，我用的是57步枪，最最最二次大战的老步枪。等到我进入，我们用的是 T91 半自动的这种新式的步枪。光是步兵武器进步这么多，那不要说我们的直升机，我们直升机已经到了 Apache 了，我们的战车已经到，马上就要有这个 M1A2T 的要进来了。他所做的不再是单兵单车的作战，做的是整体作战管制的系统化的统合作战。这点事情，我讲我是比你晚退伍很多的人，我很清楚，我很清楚。但是我们这些战力要去给解放军看吗？哪里有把自己的牌、自己的底线给解放军看的？但是我可以讲任何一句话，我们可能我们的整体人数，我们在武器的数量，我们在船舰的数量、人数上，我们比不过解放军。可是我说，一对一解放军的将领，你跟我单挑，我不会打输你。任何一个士兵，我们训练完的任何一个士兵，我们来一对一单挑。我们来打擂台赛，你打得过我们吗？我不相信打得过。光跑马拉松你追得到我吗？对，光是跑步你就追不到我了，不要说我追你，我追你轻松简单，你追我追追看，还要跟我们说我们打不过，我没战力。Jesus Christ, great. 啊，飞升哥们了！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加油！啊！八九十，停！别动！啊！万夫射出，一平安，我战出乎！啊！什么感想？太棒了！用时三秒八次，15发子弹在10米距离上对三个不同目标进行极限射击，从出枪上膛到全部激发用时三秒八次，命中12发以上，这一成绩几乎接近手枪射击的极限。而完成这项任务的就是特战女兵尹胜男。特战女兵身上既有着特种兵的果敢，也有着女兵的坚韧，要练就百发百中、一击必敌的绝活，他们在训练中往往要比男兵吃更多的苦。每一次进步的背后，都是女兵们成千上万次狙枪定型训练和快速扣扳机训练的结果。这是几天前中队组织的一次男女兵对抗赛。男兵罗有森在四秒内打出十发十中的好成绩，更是在急速更换弹夹射击中打出了9秒73命中十发的极限成绩，这让女兵们在叹服中也看到了差距。用时5秒35，感觉自己 也都在练，每天上午下午一直都在外面，天气这么冷，天气是真的特别冷，有时候手都不想拿出来，但是越打越打不上，要么就是时间慢能上板，要么就是快就是不上板。我前几天就是真的特别着急。用时11秒06，是这个食指动。你看，面对压力，女兵们从未想过放弃，她们利用训练间隙开展辅助性训练，不断挑战和刷新着又快又准的射击极限。随便啊，10秒19，哇，终于进10秒了。参加这样的训练，你觉得苦吗？我们已经进行了20多天的枪火训练，还挨了不少冻，我们好多战友的手指磨破了血泡。但是看到自己的成绩一点一点的这个提高，心里还是挺开心的。为了荣誉一无所惜，为了进步一无所惧，这是军人的姿态，更是年轻的能量。
接下来还有更难更险的训练在等着女兵们去挑战。对他们来说，不怕苦，不服输，是青春留给他们最好的礼物。Thank you.
坚持，要坚持。我们是血液的朋友，我们是不能轻易，我们必须。
变得更快、更准、更实在。当秒表归零，黑夜降临，超越永不止步，直到战斗打响。是的，我早已经知道他会命中名为胜利的靶标，因为每一颗子弹都是我对极致的追逐，这就是我的制胜之道。把眼睛睁开，谁在一边上的？不是相信我吗？30米，我知道你打哪里，再近点。你怕不怕？我就站在你面前。我脑袋就没有出现过怕这个字。来，准备。